Keep the ones that you love next to you。 我今天跟朱莉一起约的见面，因为我穿了一件有点这种蓬蓬袖的黑色短袖，下面配了一条非常甜美的白色长裙，那是一眼就看中，它有三层蕾丝。然后今天还是背这个可爱的奶白色的包包。出门了，给朱莉带一个我们的帆布包做礼物。好快乐，时隔两年吗？还是荔枝澳白吧，又荔枝澳白，谢谢。去吃他们家的乔迁饭，然后所以我就提前给他准备了礼物。这个是我给他挑的昆仑煮雪的味道，这样比较安全的带过去。早上要先去更新一下我的护照，然后因为我拍护照的照片就是不能穿白领子嘛，我就套了一件灰色的，然后可能出门还得带一件白色的衣服之类的。因为今天我们等会还要跟奎尼一起给我们的新的那个笔记本拍照，感觉如果黑色的衣服的话就是做背景不太好看。我今天就是神速办完护照，然后现在打个的去我们那个然后跟奎尼要见面的地方，在滨江大道那边的那个西岸艺术馆，然后正好我们结束了可以在那边逛一逛展览什么的。马上要生日了，我今天得把生日礼物寄给他。这个是那个一次性的相片，因为他之前去跟朋友自驾游的时候，我就说你可以用一次性相片拍照，他超喜欢摄影，然后就想给他寄了这个。啊，另外是一本这个我们自己做的读书笔记，我觉得他应该也会喜欢。选了一张这个卡片。
关系，走。你带了多少马克笔？我把我带来的都带来了。没有，那你没带。哎，家当在哪？但是只带了部分选择，伤心。我这次就要用这个试试，这个是我已经看上很久了。这个吗？这两个。这两个换一个团子比较简单，就两个眼睛。Doing everything you always said you hated. 等我搬了家，想买一台音响。这个太可爱了，这个封面做的也太好看了。
支持，感觉这个封面跟我一毛一样。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，突然特别想吃哈密瓜和奶油在一起的东西，我就速速在盒马上面订了一个，然后今天早上送来的。我就想做一个哈密瓜奶油松饼，因为正好把我最想吃的两个结合了。希望这个哈密瓜是好吃。我先把松饼做上。尝一下，哇，超级香！特别干净的雪松香，点暖暖的感觉。的牛油果已经长得这么大了，叶子都长得很漂亮，但是我就带不回香港了，回去以后再种一个，这个就在这里好好长吧。再看一下这个向日葵，那长了两个非常三个迷你迷你的花苞，不知道哪天可以开花。这个似乎没有啥动静。换好衣服了，今天准备穿这条白色的连衣裙出门，是那种很宽松的连衣裙，
但是我特别喜欢它这边口袋有点蓬蓬的设计，可能会更有一点点设计感 like this。你还要带一个大包，我得备着电脑。的时候刚刚开始写，然后现在已经有写完半本了，虽然我中间空了很多，但是真的是货真价实的写完了半年本嘞。然后所以我到七月份已经没有的可以写了，只能回去写在下册。我的小羊羊，我最近还挺喜欢用铅笔写字的，然后每次写手账用铅笔就有点纠结，因为我觉得一用铅笔了之后呢，可能过个30年就看不见了，会不会？哎，谁知道30年之后这帮笨蛋在哪？Am I falling? Am I falling?